老子让你给我吃香的喝辣的，来吧！ 你刚说什么？你说我爹怎么了？你爹被大蛇吃了！快去看看！走走走走走！爹，我也去。你不能去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照顾好秀琴。安辉，蛇。秀琴，别怕，这山里有大蛇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从古至今，它都没有进过村子里面。 你小子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刚好路过。咱哥喝了小酒，为何会到这里来？他想占我便宜。胡说什么呢？再敢污蔑我爹，心里我杀了你！我没胡说，刚刚他就在这里把我推倒的。你还胡说！我弄死你！有事说事，别动手。我跟个没人要的寡妇动手怎么了？关你屁事儿！你是奸夫吗？啊？董文宇，会不会说人话？ 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凶多吉少啊！长蛇仙十年都没有进村了，这次突然来了，其中定有蹊跷。你说这长蛇仙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你们大房家迎娶新娘的时候来了，难道是这新娘子把长蛇仙带来了吗？文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大家都这么议论。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。平日里我就很少回来，这次回来办完喜事。 我们就回省城，以后再不回来管这破事儿。都给我闭嘴！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他逐出董家。族长，我们得想办法让这长蛇仙消停啊！要想让长蛇仙消停，只能用老祖宗留下的那个办法了。爹，闭嘴！爹，给我滚出去！滚！ 真用老祖先留下的法子吗？要找一个姓董的冰清玉洁的姑娘，献给长蛇仙。这冰清玉洁的姑娘，上哪儿找啊？妈，反正无论如何，得找一个姓董的姑娘。 您的意思是，只要姓董就行，哪怕是被逐出董家的，也行。
文林，以后啊少惹事儿，遇到人多的地方就躲避，少招惹麻烦。妈，不是我要招惹麻烦，是麻烦要招惹我。这些是你的福分，也是董家二房的荣耀。五日后，六月初九，以婚丧嫁娶，以祭祀，届时恭送董家文娟入长蛇仙界。孙大伯，大伯，大伯，我是文娟呀、啊，你不能啊，大伯，大伯。文辉，刚才三房董文宇把一个小姑娘抓进谷仓里了。哦。那小姑娘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要把她抓起来？她什么也没有做错，只不过刚好在这个年纪，又没有出嫁，又正好她姓董。什么意思啊？